嘉义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四次临时会由议长张明达主持，会中通过嘉义县政府所提出的十八项提案，拢而且同意先行贴付。但台以后，依照规定列入预算专政，离县政府所提的十项提案，拢通过三读。嘉义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四次临时会由议长张明达主持，会中通过嘉义县政府所提十八个提案，包括嘉义案减送一百十二年度本县总预算第二届追加减预算，甲有关机关单位预算案。嘉义案减送嘉义县准备三版减刑五路企业管理自治条例第七条修正草案，甲三案本区甲台湾银行太保分行签订代理权库契约，第十二月三十一号到期，而且同意继续委托台湾银行为本县公库代理银行。甲四案减送经济部补助办理一百十二年度嘉义县太保市第一公有、持有、零售市场建筑物耐震能力保强工程，邀请补助计划等两案，合计经费1233万9000元，以及其他提案，拢而且同意先行贴付。等待以后依照规定列入预算专政，李冠富所提十八提案，拢通过三读完成立法。新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来，现场最好朋友掌声！嘉义优先，启航日本。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是叫做夏之雪，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大昇亮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食べてよ。